路解说看 AG 战胜 ，EDGM 豪取八连胜。下路的高地 AG 直接拔，你看这些贴手，谁都能贴手。比方说这一波团看一下，一吸三级拉二技能直接大招也可以。OK， 一诺先手，大招推闪，先我两个推捋不掉。哎呀，红武这波绕太远了，明给了一个假视野的一个回撤，让 EDG 误以为 AG 要走了，然后五个人瞬间调转码头。我靠，打了一波李万五，这打完团都还是满血，兄弟。这完美团战啊！完蛋，打得真好。我这个 AG 的打的感觉很对啊，感觉很对，我操！这大标直接是五个人同时回撤，给了一个假视野。EDG 以为 AG 要退了，然后 EDG 抱团想往出，为什么会是这样的？这是正常的，就是 AG 要退了，对吧 ？EDG 那你要退，那我肯定是想把兵线往出压一波的，对吧？这个判断没有毛病吧？然后 AG 五个人瞬间同时回冲，连闪带控，我操，一路火花带闪电，直接拿下。我都惊呆了，我操，太猛了。